哎，您好，您好。今天有很有幸跟您聊一聊啊。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您说诗是要处理时代的，其实刚看到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好像诗应该是面对永恒的，而时代离得太近了，它好像缺少诗意，所以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原来我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你比如说读中国的古诗，然后中国古诗里边有一些，我们所谓读古诗就是记得一些古诗的句子，然后记得它那个句子表现出来的那个意境，你都觉得那是永恒的意境。读王维的诗，读甚至读一些那个陶渊明的某一部分诗，对，然后你都觉得它好像是直接就是面对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呢，读古典的东西读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古人都有他的当代，每一个古人都生活在他那个当下的那个生活里边，所以这个你就意识到这样一个这个文学的所谓的发生，就是每一种文学每一个作品它都有它的发生现场，那么这个文学作品跟它的发生现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后来也是慢慢的，当然我自己年岁越来越也说不上大，但是那个年龄的增长，这个你就开始能够看到，比如说杜甫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那么杜甫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他那个时候的，那么这是从中国的这个角度讲。国外的文学里边好多我们读到的大经典，但是在这些大经典当时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它的时代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的悟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当然内心里边有一种，任何一个写作的人，你内心里边一定是从古人的那块讲，就是你内心里肯定会有不平。对。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紧紧的非得咬住这个不平，就是你内心的这些波澜，那么你当然都需要有一个表达。所以这个。而这些波澜很多是从你身处的是时代来的，是时代给你的。你只能从你的时代这儿来。你说我今天忽然内心里产生了一个唐代的波澜，好奇怪，这没有这样的波澜，那全是假的，那全是审美的。对，这个，你所有的波澜都是此时此刻的波澜。但是时代它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尤其咱们如今这个时代，它的表象非常纷繁。那么在其中，您觉得哪些东西是需要去处理、值得去处理的？什么样的经验能够进入诗歌？你说的这很好，它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这个从这个时代生活的这个复杂这块呢，可以引申一个话题，就是你的语言究竟能复杂到什么程度？对。那么你的语言能够复杂到什么程度，也就意味着你的思维方式有多复杂。那么当你意识到你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你面对一些简单的思维方式。那么这时候你会，这个复杂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思维方式就会要吵架了。那么于是它有些波澜也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每一个人对于你自己的生活，对于时代生活里边的兴奋点不一样。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嗯嗯，有的人的兴奋点在东城，有的人在兴奋点在南城。有的人的兴奋点在庙里边，有的人兴奋点在马路上。这个兴奋点不一样。这个也不能强求，这个也不能强求。那我个人呢，那我只能说我个人因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上大学，然后这么一路走来，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变化，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是走来走去，我当然我是，就是说我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是跟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有关系。我看见过什么，对，它会直接影响到我要说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刚才说这个语言的复杂性，嗯，以及由之而来的思维的复杂性，嗯，可能决定了我们所能处理的东西的一个复杂的程度，嗯。那么对您个人来讲，您觉得您目前所探索到的那个诗歌的语言的边境、思维的边境，它在哪里？没有边界，也没有什么界限。但是我意识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你一般的语言是一个单向度的语言，嗯，那么从 A 到 B。那么也可能我自己在使用语言的，我不能随时都做到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就是当我说出一句话，它有一个从 A 到 B 的这么一个方向的时候，它同时也有一个 B到 A 的方向，嗯，就是等于一个语言它可能有不同的向度，对，就是一句话有不同的向度，嗯，甚至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也能够感觉到一种矛盾的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从小被教育，那么被教育，你是所有的教育都是给你指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对，就是你是朝着东走的或者你是朝西走的，嗯，但是慢慢的人你自己的社会经验的这种增加，你的阅读量越来越多，当然也有筛选，就是读多了以后有很多东西也给筛掉去了，就不再读了，嗯嗯，那么这些经验，阅读经验、生活经验，会导致我也会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会处在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状态。嗯，现在仍然有这种感觉。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 A 也对，我觉得 B 也对，嗯，或者我觉得 A 也不对 ，B 也不对。嗯。那么这个时候都是过去的那个诗歌语言、文学语言所不承受的东西，嗯，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可能就有点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嗯，那么整个社会生活我自己管它叫做一个矛盾修辞，嗯，就是矛盾修辞它本来是语言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嗯，那我觉得社会生活当中也充满了矛盾修辞，嗯，充满了矛盾修辞，这个那矛盾修辞当然会在我的这个写作当中会有一个体现。嗯，我想这恐怕可能不是您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西方有观点就认为说，现在的社会里面的人都是单向度的人嘛。啊，对，嗯，单向度的人，双向的这种矛盾的，可能是大家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如今这个社会里遭遇到那种困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诗人们、艺术家们都会遇到的。这个单向度的人或者是单向度的这种困境呢，其实它是一个当代的话题，嗯，就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我们谈一个古典的世界，嗯，那么这种问题我们可能碰到的就少一点，是，那么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单向度、双向度或者多向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一个现代世界，嗯嗯，它跟这个历史时段跟这个东西也有关系，嗯，那么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这个可能不光是讨论，因为我们常用到的一个已经用烂的一个词叫做现代性这个词儿，嗯嗯，但是我觉得在现代性之外可能现在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而且没有被讨论开的是关于当代性的，嗯，就究竟什么是当代性。您好像说过一句话是短暂的现代啊，我在读书上有过这么一个发言的一个记录，我在那里边说到过，这个话题，嗯，我对于当代性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嗯，这个当代性里边它包含了很多就是我们讨论的现代性而又没有被消化的问题，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它是被包含在这个当代性的这个话题里。那么这个当代性不是指的今天。我在那个读书的那个谈话里边，读书那个杂志里边发表的我那个谈话里边，我提到一个东西，我说我甚至觉得晚清的话题都是当代问题，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被消化掉，对，没有被解决掉，到现在都没有被解决掉，嗯，已经这100年已经积累了无数的问题了，嗯，都没有被解决掉。是的，比如我们现在看一些，包括一些很火的那种，谈话类的节目，啊，电视里面谈话类啊，辩论类的节目，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在民国、在清末已经讨论过了，今天仍然在讨论。啊，对，啊，可能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它其实它是个当代话题，就是这些东西没，所有没被消化的东西。都是，我觉得都是当代问题，它共同构成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环境，嗯，共同构成我们当下的这个思考的对象，嗯。
嗯啊，就是这样一个。这也是您试图去处理的时代是吗？啊，按说别人会说这诗歌里边不应该处理那么多东西。嗯，当然我也不完全写诗，我写一些诗，我也写文章，嗯，我也做翻译。对啊，我也不光参与文学界的事，我甚至还参与一些美术界的事情。嗯，所以这个。我甚至也做一点那个古典文学的这个研究，嗯，所以我跨着好多的领域，那么这个我不可能在诗歌里边把这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处理了，嗯，但所有这些问题它都会构成我写作的时候的一个文化压力，嗯，就是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是在这样一个思考当中，我进行我自己的这个写作，嗯，所以我老觉得我自己的写作跟好多人的那个写作都不太一样，嗯，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啊，嗯，就是那个威廉彦普逊，他在他的那个朦胧的，他叫还那个书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七种，对我知道那本书，七种朦胧的七种流派啊，朦胧的七种不是流派，朦胧的七种是类型吗？还是什么？好像是朦胧的七种类型，哎哎哎，啊。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信念，就是坚信所有事都是可以解释的。您同意他这个说法吗？我不太同意。不太同意。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古人讲诗无达古，嗯，这个当然这个是从那个这个从古代的那个上下文里边谈这个话题，嗯，诗歌里边的有些东西你可能解释清楚了第一层，你解释不清楚第二层。嗯，解释清就是说诗歌里边它有很多东西，因为现代诗歌已经跟那个过去的那种过去的那种写作，我刚才说我们已经是一个现代人了，嗯，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甚至是生活在一个当代社会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试图比如说解释一首古代诗歌，嗯，啊，你比如说《古诗十九首》里的一首诗，你拿出来解释，好像你觉得你能解释清楚，嗯，但是一个当代诗歌，你会能够抓住当代诗歌的某一个面儿，但是我觉得彻底的、全面的把它解释清楚，一个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嗯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某种意义上。我不能说太绝对，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嗯，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古典的人，嗯，就我的性格是一个古典性格，嗯，那我会自信我能说清楚一件事儿，嗯，但是问题是我个人虽然对于古典文化有无限的热爱，嗯，可是我自己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做一个当代人、嗯，啊，做一个当代人，这个你老是在当代想做一个古代人，这个我觉得有点有意思，反正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这感觉，嗯，对，我自己我是要做一个当代人，嗯，那您对于我们已经失去古典的那种一种特别明朗的健全的一种自洽的那样一种人的内在的一个生命会觉得遗憾吗？不遗憾，我不遗憾，因为古代人他生活在他的那个圆满当中，他也是没法选择的，嗯，我生活在我的不圆满当中，嗯，我也是没法选择的，嗯，所以遗憾不遗憾没有意义，嗯，它是一个你的命，就是你命该如此，嗯，这个东西，嗯，这东西你只能是说你接受你这。有人会遗憾自己晚生了一千年啊，会的，这个他会觉得自己晚生了一千年，嗯，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我的朋友们跟我开玩笑，有的时候他们说，嗯，你一定是从古代什么时候转生过来的，是吗？脱胎过来的，嗯，我也信，我觉得我肯定也有以前的，嗯，这有点开玩笑了，但是，嗯，当然我非常向往，比如说战国时代，我无限热爱那些战国诸子们，嗯，可是我很显然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嗯，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只能试着在当下试着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嗯，试着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也只能是这样，嗯，然后我内心里边当然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我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的怎么说呢，嗯，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如果向往战国时代他是要回到战国，嗯，我向往战国时代的这个
不一定是战国时代了，我也可以向往汉代或者是宋代。嗯，那么我假装我是生活在宋代，比如说我假装我是生活在宋代，嗯，尽管这不是宋代，嗯，那我可以就这么任性的活一把。嗯，难度很大呀。啊，难度很大呀，难度很大。嗯，别说今天难度很大，你就是宋代人想活在唐代，嗯，那难度也不小，哪个时代都有难度，难度都不小。对，就看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这个时代。嗯，这个苏东坡啊，我觉得苏东坡在这一点上做出了一个榜样，就是苏东坡不怨天不尤人。这个，那你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你充分使得你自己的这个思考，你自己的写作，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怎么说呢，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性子来吧。这个所以我自己觉得苏东坡在历史上，尽管苏东坡并不是我的文学的最高的一个榜样，嗯，但是我觉得苏东坡还是一个，我写过一篇小短文，嗯，我说苏东坡是于天下学问无所不窥。嗯，这个我记不清我怎么说的了。就我说他没有任何，苏东坡没发明过什么东西。对。但是呢，这个他，真是于天下学问无所不窥，而且呢，他是有一种，我那篇文章，我就是读苏东坡的一个很短的一篇小文，我后来我也写了一篇小文章，在那里边提到，我忘了我怎么说的了，反正就是苏东坡的生活有一种他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度，对对啊，这个非常的了不起，是是是，非常的了不起。他其实与时代的关系好几度是很紧张的，啊，是是，他是很紧张，就是经常是很紧张，他跟王安石也搞不好，啊，他当然诗文上是好朋友，嗯嗯，但是这个政治上有矛盾。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跟司马光就没有矛盾，他跟司马光也有矛盾。对，所以这个苏东坡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嗯，但就您说的，他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自由度。他自己的一个自由度，而且呢，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怨天不尤人。嗯，就是你既然生活在那个时代，嗯，那么你就过你那个时代的日子。嗯，那除了处理时代以外，我想诗歌可能不可避免它要面向永恒这么样一个面向的，它是有这么一个面向的，所以我有点好奇您对于信仰的态度，因为我读过您的一首诗《上帝的村庄》，里面有这么两句，我需要一个上帝从不远行，用固执昭示应有的。谢谢你还能背下来，因为我对这两句很感兴趣。啊，一个从不远行的上帝，这是您心中信仰的那个形态吗？一个人如果拥有了一个固定的信仰以后，会不会造成他的封闭？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嗯，我也不是一个佛教徒，嗯，但是我对于宗教是非常的非常有兴趣。然后呢，这个一说到宗教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些高僧大德，嗯，啊，那些宗教里边的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达芬奇。嗯，达芬奇呢，他这个画这个有一幅画叫《最后的晚餐》，嗯，这个《最后的晚餐》里边他要画基督，他画基督的时候呢，别人的那个脸他很快就画完了，但是基督这张脸怎么画？他沉思了14年，就不知道怎么画，因为你不能画成一张人的脸。嗯，那么最后他把这张脸画出来了。画出来的时候，这幅画我看到的文献里边讲的就是，这幅画完成的时候，这个画本身已经开始剥落了，就脱落了，嗯，就它原来的部分，就是不完整的，它从来都不完整的。嗯，那么这个达芬奇为什么最终能够画出基督这张脸？他是在他对于神的这个思考这块，他认识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必然性。嗯，也就是说，当你如果问我这个宗教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更愿意讨论的是关于必然性的问题。嗯，我这个是受到达芬奇的这个启发。嗯，至于具体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里我都会有一些问题，我到现在都没解决，就是我会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决。我也问过很多的人，他们也没能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嗯，我也读了很多的书，就是一些书吧，我不能说很多的书。嗯，我也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完满的这个答案。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从必然性的这个角度来讨论，我觉得这个会有意思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嗯嗯。我对于怎么说呢？这个一方面，这个世俗生活这一块，我充分的抓住世俗生活，充分的关注世俗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我自己对于形而上的东西，嗯，一直都是有好奇和有敬畏。嗯，你不能乱说的地方就不能乱说。嗯，这个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一个界限。嗯嗯。那诗人要想确立一个信仰，是会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不，信仰，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究竟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的信仰，比如对一个诗人来讲，比如我们从俄国的这个诗人来举例子啊，这个俄国有一个女诗人，这个人叫茨维塔耶娃。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讲，韵脚押韵就是她的信仰。那么如果你要是对于另外一个诗人来讲，比如说这个荷尔德林，德国的诗人荷尔德林，他就是要回到古希腊，嗯，他要回到众神之中，嗯，成为众神的一部分，嗯，那这个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他不是那种宗教式的信仰，嗯，但是他是一个文化信仰，嗯，所以你如果讨论到信仰的时候，恐怕就是说，如果我跳出来一个宗教信仰，嗯，那么这个在文化上，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一个追求，啊，这个当然我自己有这样的这个追求，但是我不是一个喜欢那个一下蹦起来直接说无限的问题的，我只讨论有限的问题，这个无限的问题它是一个。无限的问题，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就是你信就是信，嗯，不信就是不信，嗯，这个里边没法讨论，没有办法有理性吗？啊，什么？您觉得这里边没有理性的空间？这里边没有理性的空间，就是这个。那么我们所有理性能够推到的地方，都是有限的问题。嗯嗯。那么在这个有限的这个圈子之内，我们这个是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嗯，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比如说对于一个问题有共同的定义。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这个边界有共同的认识，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事物，就是没有了这样一些前提条件的话，实际上是没法讨论的。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有一次在印度，有个小孩他来找我，好多年前在印度，小印度的小孩呢，一张嘴跟我谈的就是无限的问题，谈的是宇宙的问题。后来呢，我说恐怕我必须扮演一回有限的魔鬼，我只能跟你讨论有限的问题，讨论无限的问题，我说咱俩可以一块儿一会儿出去溜达，谁也不说话，一块儿在这个在那个星空底下坐一会儿，你感受你的无限，我感受我的无限，也可能咱们俩能遇上，也可能遇不上，但是这是无限的问题。对，您今天来主要是带着您的新书，是关于一本讲唐诗的。你看，从这个有限无限的问题，直接回到唐诗了，对对对，唐诗了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传统啊。你说唐诗？对，唐诗就以及我们的古典文化、古典文学，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后代的这样一些创作者，他都会面对一个，就是我个人怎么样面对这个传统的问题。就我记得艾略特他有一句话，他说：“个性经由学问消灭于传统。”就是当时再有个性的，在你后来不断的被解释、被解构、被模仿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后它成为学问了，而这个它融入了传统，而这个个性也就消失了。您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传统？艾略特这个人呢，因为他强调的，他从美国跑到英国去，就是要接续上这样一个传统，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然后另外一个，艾略特自己是他认为写作他是应该逃避个性，就这是跟艾略特的这个性格非常有关系，以及他的文学观那么这个性格投射出来，他变成一个他对于历史、对于个人在历史当中和个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看法。因为这种你用他的这个看法，你比如说你很难讨论，这个你很难讨论，比如说德国的特拉克尔这样的诗人。
或者是你很难讨论，怎么说呢？就他的话题讨论艾略特自己，嗯，那是完全是这个，合适的。对，这个个性这个东西，传统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对传统了解的，比如说我们进入它，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学问，嗯，然后好像这个个人就慢慢的这个不存在了。对，这个东西呢，其实个人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呢，这个没法一概而论，就是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化，这个是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就是西方人当然是非常讲个人的，那么这个东方文化里边一般我们说它是对于个人的一个泯灭，但是中国古代你依然还会发现一些个人，是李白就是个个人，很健全的个人，李白就是个个人，陶渊明也是个个人，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徐渭也是个个人，但是中国古代的个人呢，他不是以个人存在的，他是以怪人存在的，就是在中国古代就是那个好多个人实际上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是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只是用个人这个概念来讨论一个文化里边的一种一个，就来讨论文化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好像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稍微延伸一下，这个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完全用这个一个西方的概念好像又不能完全讨论通，就是那种感觉，一定要开始了，好，赶紧结束 好，要不咱们说完一两句 好的今天您是来到了这个唐诗最繁盛的地方长安，我到了长安了，对，到了，只不过这长安没有唐玄宗的长安我记得您有一首写杜甫的诗，是吧？您写过他，就是说是在一个晦暗的时代，你是唯一的灵魂。对，写过杜甫。希望今天您在西安还能追溯到这些灵魂的气息。当然，我对杜甫有无限的敬仰。您说他有如灼灼的牡丹，时开于长安。是。磅礴结实又沉稳。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都把这个东西记住了，希望您在这儿有一个好的体验。好，谢谢徐老师。好，谢谢啊，谢谢。您辛苦了。谢谢。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就比较跳跃了。没关系。